熒幕爆爪魚發足咁多爪，為你報道城中熱門話題。今個星期有熒男家族溫哥華選拔賽一號同六號嘅訪問，仲會帶大家睇下2016溫哥華國際車展。跟住我哋會為大家介紹 K-pop Expo 韓國潮流文化博覽會，同埋無伴奏合唱團必勝喺多倫多聲樂藝術節嘅表演。總之每個禮拜約定你，星期日晚上7:40，熒幕八爪魚。